修正案是关于渔农自然护理署的部门开支的。梁国雄议员。主席，本人呢就是请你动议第140项修正案。是第140项的修正案。主席，这个呢就是讲这个削减渔护署一般部门开支的。正话呢我就即是讲了这个沉香的问题不讲了。咁就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講呢一個大挖泥事件嘅。咁呢個大挖泥事件點會同我呢一個而家講嘅嘢呢係有相關呢？咁樣其實喺呢一個漁護署嘅綱領裏面呢，是有一個呢就是講法呢，就是自然護理及郊野公園是這個在我們的總目22的管制人員報告裏面，綱領2自然護理及這個郊野公園是其中一個項目，我講的就是這個它的做法。咁其實我哋知道呢，其實香港嘅水土流失已經係受到咗一定嘅改善。但係如果我哋喺呢一個郊野或者係郊野公，唔係郊野公，因為我哋喺郊野公園嗰度進行管制嘅。如果唔係郊野公園嘅時候呢，如果呢個民間或者係有一些非法去挖泥的人是可以造成巨大的水土流失的。其實在這點上面亦都要牽涉到，就是說有一些非法去僭建豪宅的事件。我舉個例，這個大浪西灣的事件啦，有人非法是挖掘啦，而這個漁護署其實是應該主動將不包括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裏面的東西是進行這個是看管的。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在很多的，舉個例子，在大埔我選區接近1公頃的土地是被人非法挖了去，而個實際問題在我選區裏面，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沙石流是令到整條村是被沖了去，不是整條村的村民沖了去，整條村的建築物被沖垮。在這一點上面，漁護署有沒有盡到這個他們的責任呢？其實是有兩點的分開。第一就是說，對於納不納入，將那些土地納不納入這個發展審批地區或者是其他郊野公園的範圍呢，他們是進行適時的報告和是跟進。第二就是說，如果在這些土地不是納入去這個郊野公園，他們在執法的問題上面，他們本身是應該怎樣執行呢？這個是沒有解決到的。所以我們看到在大埔去到離島的，去到這個義澳，又去到新界的西貢的大浪西灣呢，是根據不同的理由呢，是被人家非法大量是挖掘這個土地。這個是我提出要減他們的這個開支的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就是亦都是在我選區是有關的，就是郊野公園的問題。
主席，郊野公園是以咩為馳名呢？就是以好像我早期講，即係本會辯論講話，逐臭之夫啦，係咪？中意食屎又話屎坑臭。郊野公園大部分嘅旱厕都冇去改嘅，呢、這個亦都係咧本會咧係屢次佢改嘅。咁主席，郊遊樂一去到，尤其是係女士一去到話要去廁所嘅時候，覺得好閉翳，你話應唔應該？仲唔好計喎，病菌嘅傳染先厲害喎。嗱，喺呢點上面，漁農自然護理處轄下有69個旱廁，分設在全港的24個郊野公園，全部都不做的。大哥，你不做你都在改善啊，哥，沒有的。所以我覺得在這點上面，我也沒有辦法不提出扣他們人工，為這個郊遊的人或者為附近的村民。梁議員，關於人工的問題，上一節的辯論已經處理了。不是人工啊，我今次呢個係，今次唔係講人工噶，呢個係講佢預算噶。好啦，如果你攞咗啲錢翻嚟唔做呢啲嘢，咁我俾錢嚟做咩咧？係嘛？所以喺我呢、這個嘅睇法上面咧，如果編制預算嘅時候，對於立法機關以至到區議會去督促佢哋做嘅嘢，嗱，舉多一個例啊！就是水電排污系統又是不做的，這個就直接是跟這個郊野公園是有關的啦。那你水電排污系統是要向其他的政府部門去申請的嘛，那如果你不是跟人家拿埋錢，人家怎會做呢？所以在這點上面，他們是嚴重地是失職的。那我覺得在這點上面，我自己冇乜特別嘅意見，我希望呢個其他議員咧係能夠針對住我正話講嘅問題咧，係繼續發揮。多謝主席。